好，跟住咧都要讲下其他嗰啲头雕嘅。咁小辣椒咧、這个 Rescue Armor 咧以前出过，不过咧就系冇头雕啊嘛。今次又系 Saga 之后咧就出咗头雕，非常之有神髓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咁同埋咧附有咧三个头啦 ，OK 有戴头盔啦，又或者咧唔戴头盔嘅咧。咁就系最后一个摸住 Tony 嘅时候 ，Tony 你点啊？咁样嘅 ，OK 摸住 Tony。嗯，咁 Tony 咧就系挞完手指好攰啦，咁我硬照都有噶啦，咁啊好颓咁坐喺度啦，好颓，哎呀 ，OK 好颓。然后咧，小辣椒咧就过去慰问佢啦。咁我就系想做翻呢个场景咧，所以先特登买小辣椒嘅。OK， 你点咗通绿 ？Very good。OK， 咁两个头雕冇得输。咁嗱、不过讲真，我觉得最唔似咧，咁多头雕最唔似咧，就反而我觉得小辣椒系争啲嘅。我唔知系咪因为个头雕系更加细咧，比男性嘅头。咁所以就。是有困难的 ,ok, 但 anyway, 你还可以这样当是拿住个头盔都赢的嘛。咁同埋仲有换件啦，可以后面有背包都有哈啦，喺度顺带一提。咁原来呢佢都有一个嘅 gimmick 嘅，呢、這个 gimmick 鬼我打得开嘅。咁就唔系只系要去到 hot toy 先有啲 gimmick 鬼，即系去到200元货仔200都有呢个嘅效果啦，真系非常之好，非常之唔错。好，一阵先再用高普啦，放大睇咪得啦。好啦，咁暂时有呢个小辣椒，咁介绍完咧小辣椒之后咧，咁就系 Captain Marvel 啦。啊，咁如果对比。即是之前都成可能都两年前的 Captain Marvel 啦，因为我没买 Hot Toy， 咁就用了一个 Marvel Legend 去取代啦。咁然后呢个是个 Endgame 的 version 啦，你会睇到哇呢、这个头真係好似啊 ,Oh my goodness, 都係嗰句啦，咁嘅头雕，咁嘅性价比，六寸又易收藏，我十二寸同埋有嗰种玩具嘅感觉。Oh my god！ 点可以唔买呢？都系唔差，甚至Captain Marvel 真系好似咯。我觉得 Captain Marvel 咧仲似，可能因为 Captain Marvel 个头可能大少少，更加易咧去嗰个 3D print。系啦，同埋佢依家嗰个皮肤嘅上色都好靓，咁系争在未打阴影啫。咁如果打埋陰影咧，就要接班噶啦。咁呢個可以自己有模型底，可以試一試咧。就咁啦，嚟啦 ，Fanos， 隻抽啦。OK， 隻抽。哦，然後起飛腳又得。OK， 絕對冇問題啦。咁啊。好，行雨人龙拳就系咁样啦，系 good。好，咁介绍完呢个小辣椒，介绍完咧 Captain Marvel，